你能不能带我吃鸡？别这样想吃鸡。亲爱的，你别这样凶人家嘛。哎，那两个人在干啥？不知道，这下去把他们打了。哎呦，妈，亲爱的，我带你吃鸡好不好？哎，别拉我。我现在心里很难过。上面来人了。不好，他们看到我们了。来，亲爱的，这个留给你吧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傻？亲爱的，你别这样凶人家嘛。亲爱的，你能不能带我吃鸡？别这样想吃鸡。这两个人是不是傻？心里很难过。不知道，这下去把他们打了。